为啥呢？我只找两件衣服穿。你找衣服，你放衣服干啥？不，你这衣帽间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衣柜啊。你到底干啥呢？真找衣服穿。我不行。不，哎，玩意儿。干啥？那对象之间的信任没有了。也不是不信你，我就想看你干啥呢。你看，我就是找两件衣服，你整得像怀疑我干什么事儿似的。我说你不信。不是不信。不是不信。嗯。那你这什么表情啊？离我太近了。近还不让，那对象这也离近能咋的？这香水。我一直不都喷着。这个味道。是俺、第一次相遇时候你喷的香水对吗？记得还挺清。以后多喷。嗯。行吗？行。还有事儿没？别说话。把你立着。干啥呀？闭上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开始了。嗯，三二，快点儿，别闹，快点儿啊！我在五点了，是睡觉，是三点十四准时切。